哎呦，这谁呀？垃圾也不是你，垃圾桶可真是的。那不行，这万一要把别人给判跌跤了，哎呦，那可怎么办？哎呦，我来给他拿到垃圾桶了。哎，这还不是垃圾嘞？哦，这鞋里面怎么这么多钱呀？这竟然是谁？不小心扔错了吧？哎呀，美女啊，这钱是我的，是你的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给你了，大哥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这还有鞋子。这鞋子旧了，不要。哎，大哥，不对呀。怎么了？你刚刚走过去，这鞋子是我冲着踢的。哎，你说是你的，你告诉我这有多少钱，我来锁一下，看核对了就来给你。多少钱？啊？是的，2000块钱吧。啊，你确定？好，那我来锁了。哎、我在钱里锁来干嘛呀？大哥，你干嘛呀？你的钱你怕什么？我锁了是你的，我不就给你了吗？啊，看见了，这钱是不是你捡的？是的呀。那对呀，我也看见了。啊、你也看见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捡他一半。大哥，你看看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？你什么人呀？还捡他一半，我一分都不会和你分。不，别说那么难听嘛。啊，那我少分点吧。我一毛钱都不给你，你抓紧时间走，再不走呀，我就报警了。报什么警啊？傻。分了多好，有什么人都有，见钱眼开。哎呦，我来锁一下，一起多少钱？哎呦，这正好3000块钱嘞！哎，美女，看一下了。哎呦，鞋子总算找到了。哎，大哥，这一双旧鞋子你捡它干嘛呀？美女，你有所不知啊。啊。我在家偷偷摸摸在我不穿的旧鞋里面藏了3000块钱私房钱。哎呦，哪知道我老婆今天在家休息，没事打扫卫生，把我旧鞋子当垃圾给扔了。我下班回来就来找。哎，你说多少钱呀？3000块钱呀？那不对呀、啊，我刚刚这个明明锁过是3500耶。我也不对呀、啊，我就藏了大半年，我还偷偷的拿出来数过好几次，就是3000块钱呀。哎呦，那大哥，那还真是你的。哎呦，我刚才呀是故意说的，有个男的呀刚才和我一起来抢，我呀害怕你是他的同伙，怕你呀是来冒领的你呀。还有这样的人？那是你。为了感谢你，来拿去埋被子。哎呦，那我不能要，是你的呀，你可要收好了。哎呦，美女，你真是人美心善呀。哎呦，举手的事，下次小心一点啊。哎